嘿，春官的小姨妈来喽！今天我们做一个魔力城的爆浆小蛋糕吧，然后给我儿子的老师送过去。听说他的老师最近火气有点大嘛，我要给他降降火的啦。来，用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真的是太好看了，亮丽发财城。嘿，我在想今天要不要做一个拉花橙色？哦，哦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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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看了嘛！来，都进去，一点点都不可以浪费。哎呦，悠着一点，不然我怕喷你们一脸。来，你们先尝尝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来，我们再给它加入一个灵魂的颜色，哇，给它注入它的中心。嘘，不要说话，轻轻的，让它进去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爆开它，我已经准备好了小李飞刀。好激动，好激动。哇哦，快，小李飞刀，来，我们反过来了，嘿，嘿，嘿，来来来，哎，哎，哎，打平，哎，你们看像不像那个小琥珀的感觉，像不像？哎呦喂，转圈圈，爱的茉莉转圈圈，好不好看？来，我们现在在上面再加点小飞花。哇，就这份蛋糕端过去，这颜值，爱了爱了，太好看了吧！想不想吃？打在公屏上哟！关注我，下个视频我们来悄悄尝一。